那显然戴维斯这个球呢选择了推球，那么推球之后对手有权选择打还是不打。亨德利和罗斯商量以后决定不打，那么这个球还是由戴维斯继续自己来解这个题。显然亨德利积极要求上阵，但是现在轮到了次序的应该是罗斯了。这球戴维斯处理的还是相当的到位，现在显然二号的蓝色的二号就没有下球的线路，两人也是商量一下如何进行防守。从镜头上可以明显的看出下的是左偏杆，这样击中目标球以后呢，一按两按急速的向底岸跑回去。这球史蒂夫奈特也没有下球，看看如何防守。现在这一局呢双方是斗智斗勇，三代太冒险了。运气稍稍差了一点，这球只能打扎杆跳过黑八打进目标球，漂亮。难度确实是相当的大，因为离这个黑色的八号就太近了。这局比赛里面确实有相当出色的表现。好球，这场比赛呢，苏格兰队4-2战胜了对手。我们现在在